喝的水到底有多深？79元套餐是真福利还是真套路？最近电商行业各大主播被扒得热火朝天，除了电商，其他行业直播就干净了。咱今天就来好好聊聊游戏行业的直播。不知道大伙儿最近有没有刷到这样的直播，主播在屏幕上放了一堆流码，宣称上线就送你开局资源，跟着主播不干不氪做大佬。我也确认了一下，确实送你资源，但是又如何呢？那每个人都送了资源，那还不等于一样？前期让你在游戏里爽一下，后期照样还是跟不住 GM 的步伐，被虐成狗啊。这类游戏直播也数不胜数，我劝大家可别入坑，快见一个躲一个吧。难道市面上就没有真的良心厂家了吗？那不然，像我左下角这款国风正版休闲手游，就是真正做到了以玩家体验为核心，5兆的大小完全不占内存，3秒下载完成，不费一点流量，精美的国风，丝滑的打斗特效，挂机就能升级的机制，轻松又解压，完全没有主播带服那些乱七八糟的套路，升级送满级 VIP， 解锁300倍的攻速，让玩家们刷怪毫无压力，还提高了打怪的爆率，击杀任何的 BOSS 都能爆出奖励好物，商场红武时装灵异全部一折起，真正做到了让利给玩家，让平民玩家体验当土豪。而且啊，有前车之鉴，正版手游也不敢给玩家下套，生怕翻车呀。